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的一期南妹厨房。今天用韭菜、西红柿和油条做好吃的，一起看一下怎么做的吧。这个韭菜是我提前洗好的，给它切成碎末，装入大碗中。喜欢赶紧收藏吧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